因为现在不管是这个人有没有酒驾或者是怎么肇事的，警方方面都有行车记录器跟这些证据，由警方来办。我们身为家属，我们其实就是尊重警方这个意思。那今天尊重大家，很难不发生这个事情。所以您是在直播节目之前就已经得到妈妈的这个消息，可是你觉得要把工作做完再回来是吗？我看到新闻，好像说他是说他紧张之后才去这个便利商店买的酒喝，对不对？就让警方去查，让警方来查到底是不是。就说如果马上喝完之后立刻测，是不是测到0.4？这个我们不知道。那我们就尊重警方的调查。